黄教兵六，昨天中选会正式审核通过，审核通过说他下一阶段就可以进行了，然后三个反对同性婚姻的公投提案，昨天中选会正式的审核通过。通过之后呢，包括许多的挺同性婚姻的团体跟人士呢，痛骂这样子一个公投呢是侵犯人权、违反宪法，不但是骂中选会，也骂这样子的一个提案是极其荒谬。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昨天通过的这三个公投案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公投案呢，是由幸福盟公民行动总召游新义所提的，他提呢，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要限缩在一男一女的结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民法呢只能让男生跟女生结婚了、男生要跟男生，女生要跟女生呢，不能在民法里面规定。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了哈。这个审核通过，审核通过是下一阶段还要去联署，然后再来去公投了哈。但是呢，这个已经通过了。再来第二个公投案是说，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权益？哦，公告就拗口哎哈。这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如果要让同性婚姻合法，不可以在民法内去修，你可以在民法外立专法啦，或其他什么什么同性婚姻伴侣法等等的，然后就是不要在民法里面去让同性的恋人拥有婚姻的权利，可是在民法之外是可以的。第三个呢，是你是不是同意在国民教育阶段，就是国中跟国小阶段呢，教育部还有所有的学校不应该对学生实施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所规定的同志教育。这三个案呢，被叫做反同婚三公投案，昨天审核通过。今天我们来谈什么呢？特别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大法官做出来一个明确的视线，我们来看看去年五月二十四号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呢，大法官讲得很清楚，现在的民法呢只能让男跟女结婚，这个是违宪，没有保障相同性别他们去成立亲密性跟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呢，这个是抵触宪法二十二条人民婚姻自由权以及第七条平等权的这个宪法概念精神，所以是违宪的。违宪怎么办呢？两年内立法院要去完成法律修正，你要怎么修？你是要直接去修民法，还是你要去定专法？大法官认为这是立法技术，他不去介入，但是你两年内一定要修法。如果立法院怠惰，两年内不完成修法，那么这些不管是男不管是女，男男女女，女女男男呢，就可以直接到户政机关去办理登记了。因此在去年这个脉络下，昨天中选会审核通过这三项所谓的反同婚公投案，是否违宪，是否是民主爆冲，又或者是说反同人士认为这就叫做直接民主，乃乃相信民主，人民要来当家做主的这个精神。今天好来谈这个题目，介绍三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立法委员游美女。大家好。再来欢迎是东华大学民族事务及发展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公投法非常重要的权威专家施正峰施老师。大家好。真理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吴景清吴老师。大家好。今天邀请吴老师呢，除了说他是法律专业之外，他自己也提了一个案子了，但是中选会认为说，哎，你这个有疑虑哦，讲得不清不楚的哦，这恐怕是触犯了公投法，抵触了所谓的不可以针对租税或者是预算来去公投。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昨天中选会审核通过的这三个反同婚公投理由是什么，冲击在哪里。假民主真气势，假民主真气势。拿着彩虹旗帜，同志运动先驱齐家威和伴侣盟等团体在十七号晚间来到中选会前抗议，因为中选会决议有四项公投提案合于规定，其中除了前总统马英九的反妨碍司法公投，其他三项包括反同婚入民法、婚姻限定一男一女以及反同志教育的提案，都是由下一代幸福联盟和幸福盟所提出的反同公投。挺同团体认为这些提案有高度违宪的疑虑。我们的中选会竟然完全无视于宪法的规定，完全无视于七四八号的解释，竟然把三个反同公投直接
交付，现在要进入第二阶段联署，我们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沉痛。挺同团体强烈抗议，将会请律师团尽速研议是否提出行政诉讼，也认为中选会藐视宪法。但中选会回应，这都是依照公投法规定。引发争议的这三项提案也都有召开过听证会，中选会并没有预设立场。公民投票法里头所讲的听证，是就提案领衔人他的议题是不是符合公民投票法的要件来进行听证，而不是就他议题的内容来进行听证。中选会向来是不预设立场，那一切是依法来办理。而提出这三项公投的下一代幸福联盟则强调，公投没有违宪，而且具有高度公益性，肯定中选会落实国民主权。中选会也表示，这四项提案将在15天内进行提案人身份查对，通过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联署，联署通过后才能正式举行公投。记者综合报道。不过我特别强调，是今天我们不针对是否支持、赞成、反对同性婚姻合法，不管是所谓的立专法或者是修民法去做实质内容的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聚焦在所谓的之前公投法修正通过，只要1900票就可以成立，然后就可以送到中选会。而中选会呢，因为之前大家在批评很多，就是公投审议委员会动不动说啊，你讲的不清不楚啊，你这个是违宪，你这个有疑虑什么什么的，就把人家已经所谓的提出来那么多人联署的这个案子呢，把它否决掉。因此，在上次公投法修法呢，就把公审会呢把它废除了。在这个情形下，将近2000个人就可以提出一个案，到底这对民主是好是坏？我先请教一下委员，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案子，昨天审核通过这三个案子。你是不是同意要在民法里面呢只能规定一男一女才可以结婚？你是不是同意民法规定之外的形式来保障同性婚姻，也就是不要在民法里面去处理这样子的案子，真的叫侵犯人权吗？难道不是所谓的言论自由跟人民表达直接民主的表现吗？当然我们非常遗憾，就是中选会那就是通过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公投的一个提案，固然呢就是从表面上来看，他们这是他们的这言论的一个自由，他们可以提出来，但是大法官会议748号解释其实已经很明白的讲说，民法这个亲属篇里面没有去保障同性的婚姻的两个同性呢他们能够这个结婚，那这个是本身是违宪。所以今天他的公投的第一案呢又在提说民法只限于一男一女，我想这个里面事实上是跟大法官会议748号的解释其实是精神是有违的，是不是那么的符合的。那另外呢就是他第二个讲说他是不是就是否同意民法就等于是说用其他的形式来保障同性别的两个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那说实在的这样的一个语义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大法官释字748号的解释他其实是在讲说，好，今天你到底就是说你要保障同性婚姻同性的二个人他们可以去结婚，那至于他们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保障，你可以去修改民法，也可以立专章，那你也可以立专法等等。但是他在这里所讲的是说婚姻以外的其他的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两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那同性伴侣法算不算是不是会在这里面，因为他的语义不明。固然说中选会有讲说哦，因为他们原来的提议更不明的时候，所以开了听证会，他们把它改成这样子。因为原来他们的语义是说，是不改变婚姻定义是一男一女结合的前提之下，以专法来保障同性别两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可能就是很明白的是同志伴侣法。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他们就讲是说，哎，他们呢并不违反大法官会议748号的解释，是属于说，比如说同性婚姻法。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你如果是真的是在讲的是说，好，你去立一个同性婚姻法，那你的语义这样子真的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委婉的提供两个问题了哈。第一个，如果回到去年5月的时候，大法官的释宪讲说，民法只说让男生跟女生结婚，这个规定是违宪的。大法官讲说，好，那你要去修改民法，还是你要在民法外面立一个法，让同性的婚姻可以合法化？大法官不管。所以在这两个案子上呢，他都说，好啊，那我民法还是维持一男一女嘛，啊，可以在其他立专法或是专章。因此在概念上恐怕也不会完全跟去年的大法官释宪冲突，这是一点。第二点，
就作为之前大家在批评公投审议委员会的那么多意见，现在把公投审议委员会废除掉，最主要就是说不要再让有一个机构去审查民意，去审查公投内容，就算它违宪，中选会也应该让它过。过了之后呢，如果公投又过，那你可以接下来去打市县官司，而不是在程序上直接透过中选会去卡死别人的意见，难道不是吗？当然没有错，就是依照这公投法，我们这一次的修改会把门槛降得这么低，而且把这个所谓的审议委员会废止掉，的确就是说希望它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那用公投法，那其实是来补强代议制，而不是说去取代代议制。因此呢，在这样情况之下，他所仰赖的是一个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那所谓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就是说他不会借由公投的过程来伤害或是来恶意攻击这些弱势或是他的人权被侵犯的这些的人。所以呢，当然这一次的公投法，公投我相信也在考验着台湾的社会，大家能不能理性的去了解这个的区别。为什么大法官会议解释说民法里面没有去保障这个同性的这个就是同性的二人的结婚的权利是违宪？因为他觉得这个同性婚姻的同性的两个人，他们只要是说他们两个真的是相，就是他们愿意去组合，就是排他性亲密性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生活，那其实在法律上没有就是去限制他们就是排除的理由。是，那如果说好，你今天限制民法只能够限一男一女，那同志必须要另外另一个法，那这就是所谓的平等而隔离。那这个在大法官的会议的解释里面也特别提到，你要除了要保障婚姻的自由，你也必须要符合宪法上的平等的原则。我等一下再请教一下委员，为什么您这么认为说这三个提案就是羞辱，就是伤害，就是侵犯了这些弱势者个别的所谓的天赋或者是宪法所赋予的个人的权利。可是我先请教一下施老师了哈，我们之前一直在谈公投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叫做民主，就是说，就算我跟你立场不一样，你只要透过所谓的民主制定的一个程序，最后的结果都必须遵守，不是尊重，而是必须遵守。什么叫公投的精神？就是我们要避免政府或是民意代表这一种所谓的代议制度呢，凌驾了直接民主，所以我们要所谓的让人民直接去实现他的直接民主，要求政府跟着民意来做。因此，我们再来看一看所谓的公投法之前是怎么修的。之前我们常常像 ECFA 说，很多人家去台联提了很多 ECFA 公投都被公审会所否决掉，公啊，你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啊，你官党是支持啊反对？他只要能承担那个表决出来就好了，可是都被否决掉，所以公审会被废掉。现在的公投法呢，它的限制跟审核机制是这样，就是说第二条公投法，如果你是全国性的公投呢，你要么就是创法律的创制，或是立法的创制，或是法律的复决，拍写就少了一个字啦，法律复决或是立法的创制，就是说本来有一个法，你觉得它很烂，你要把它拿掉，这叫复决啦齁，本来没有法，你要让它立一个法，这叫创制啦齁，或是重大政策不牵涉到立法，但是一个重要政策的创制或复决，拍写阿凯龙讲几例啦齁，拜托温修修几例齁，或租税、预算、薪水、人事，你不可以说公投说哦，我要赖清德当总统，没有这样子的哈。人事，或者是说你不可以说，哎，现在教育部长我来公投这样子，你是侵犯人家人事权。除了这几项不得公投以外，换句话说，什么都可以公投。除了这边不能投，你爱怎么投都可以怎么投。我们等一下会提有一些确实很荒谬的，但是只要人家同意，只要人家达到门槛就可以投。好，那公投到底该怎么审？它的标准是什么？以前有一个太上机关叫公投审议委员会，现在没有了。那现在还是要审核，那是中选会作为机关来审。那中选会凭什么审呢？第一个有这两这个所谓的预算、租税等等的，你就不能让它过，你要驳回。啊，这很明确了哈。不过等一下那个吴老师会觉得这其实不那么明确。第二个呢，不符合第九条。第九条是说啊，那个公投案的主文、理由书，还有提案人的一些什么资料，然后这个是很细节的。再来呢，有第三十二条，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博弈公投，啊，你去年才投，你今年又要投，这个两年内重复投，这个不行，这个也完全合理了哈。再来呢，啊，你到底在公啥听拢无了哈？这讲不清楚，讲不清楚，你就要再叫他再来讲，还是讲不清楚就可以驳回。
还有提案人数不够，当然不能投了哈。还有说，如果说我叫你要来补证、要来听证的话呢，这个是呢依照这所谓的你第几款，你要来去办一个听证会。我再请教，不管是支持同婚，不管是反对同婚，不管是支持台独，不管是反对台独，不管是合宪，不管是违宪，只要达到提案人数，理论上就应该要承担，不是吗？这样说好了，我还是回到说，直接民主公投的意义在哪边呢？那一个就是说，可能是立法怠惰；第二个呢，就是说，执政者他认为说他正当性啊、可能不够，可能他还在确认一次，再确认一次。好 ，OK， 那大致上是就是这个样子啦，就是说他不敢做决定啦，啊，取得正当性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说哪些项目可以做？我先讲一下好，就是说我们本来期待的是说，希望鸟笼公投，也就是说，除了那些门槛、提案等等那些以外呢，我们还希望说前途公投、宪法等等那些东西是不是有可能这样做？但是他现在把它排除掉了，我们要的东西没有。但是呢，他交换了放松的那些门槛，那些门槛合理不合理？我一直认为说，其实瑞士他们还是有分呐、一般的法案、修宪，然后所谓的前途等等这些的有不同的门槛呐、那现在接下来我是说修宪这样子，基本上把那个所谓的审议委员会拿掉了，我是觉得算是合理的啦。但是我如果再回头看这个，我们说大法官的这样子的解释文，这个啊就是解释文的部分，其实他是挖表向民更了，他还是回到说那是技术问题嘛，那技术问题又回到立法院，那立法院要不要处理？你知道他就会看民意啦，啊，所以立法院不能处理的时候，又好像是回到我们所谓的我们的公投这个部分嘛。好，所以你知道这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这里就会推来推去這樣子。所以施老师，你认为讲今麦公投法是大有问题的，可是那问题不在于拿掉公审会这个机制，而是在于门槛太低。我第一个呢，我会觉得说哪些议题？所以刚才回到说，是不是人权议题是不是可以提？好吗？我们不谈前途，也不谈修宪，好，就是说哪些议题可以提？好，那我们同志的朋友是认为说人权不可以提嘛？哈，不可以提。好，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是一个少数族群的权利，好，少数团体，包括我们少数族，比如说原住民的加分，或者是所谓目前我们讲的、可能自爱难行的那些所谓烟基法的规定那些东西。啊，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我们觉得说这个延期法呢，立法院不敢把它废掉嘛，执政党不肯把它废掉或修改，对不对？我们用公投的方式，然后就要求他必须。如果去除特定人士的权利，这个是涉及人权问题，就不能公投。所以，那么保障特定人士的权利，同样也不应该公投。所以我们回头再讲说，人权是不是有分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自己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爱尔兰的天主教，就是他们能，你知道过去是不能堕胎嘛？是。那因为这个议题知识体大，因为它是天主教国家啦。好 ，OK， 所以呢，那大家后来就说可以。好，那难道一个女性她要堕胎，这个不是她的自主的可以决定的吗？是，那你知道，如果站在我们来讲说，应该是可以嘛，所以他们也认为是可以。好，那我们觉得说，因为她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大概也还好，大家都是天主教徒。但我想一想说，今天如果是同志的朋友是站在社会上是少数的，或者是原住民是少数的，只有两票而已。然后呢，如果经过坦白讲，如果经过财团或者是保守的势力，那经过的你知道现在用公关公司是可以去动员媒体等等的，那一般的人士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哦。那现在门槛是那么低的时候，我想那样我会觉得对少数的族群、少数的团体是不利的呐。那这样算公平吗？所以你认为人权不应该公投？我就是说。因为人权还是有分不一样的层级啦，你知道有些是基本的，有些未必是那么基本的这些东西。比如我觉得我再提一个问题好了，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留学生，他的是不是家保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用公投的？比如说我们的外配的比如说取得身份证，这个是不是又可以公投的？那我想这个都可以讨论的啦。我请教吴老师了哈，咱起来看，然后到底我们这一次公投法是修成什么样子了哈？这是修成一个叫做民主暴冲的怪兽，还是我们真的在落实直接民主？
在提案的部分呢，之前的公投法就是旧制呢，要达到选举人数的千分之五，也就是说你要将近有十万个人才可以送到中选会，要十万个人才可以送中选会。现在多少呢？万分之一，哇，这1879个人。换句话说，哈，你去那个大学去走一圈哦，你就可以满足。所以你在真理大学，你要提案，你只依到你的那个影响力，你随时你爱提什么案，都可以达到这个提案门槛，就可以直接送到中选会。送到中选会之后，原本要将近100万才叫做联署成案，现在呢，28万就可以联署成案。28万当然还是有门槛。可是2000个人，1879个人，真的不太能叫门槛。等一下我们会举一些，如果我提一些，就是很荒谬的，譬如说我限制说，你要身高180公分以上的人才可以结婚生小孩，为什么？我优生学嘛，听起来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我只要能够找到2000个人联署，你能奈我何？中选会不能去审我的所谓的提案内容嘛？我们的问题是出在这个门槛降得太夸张吗？我先讲了，我提的案绝对不是说我想要提就提，这个我已经经过了半年的酝酿了。那人家未来人家中选会是讲你说的不清楚啊？不是他，我想他没有讲不清楚，他应该是针对我是预算跟租税的。我先提一下好了，就是说我们对于直接民主，你到底要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啊？今天如果你认为说直接民主只是间接民主，就是代议政治下的一个补充，一个最后手段，就是说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运作，我在用的话，那过去的那些门槛，我们真的号称两轮公投的规定，事实上我认为就是会那样设计。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呢目前放宽这个门槛的话，我觉得直接民主已经不是把它放在间接民主的备位，那我也不能说优先，至少已经跟间接民主已经放在同位等级了。那如果同一个等级的话，就涉及到同样的法条，我们现在怎么解释？因为刚才提的都是门槛放宽的问题。那我要回到刚才那个可以公投的这个事项，它在现在的第二条第三项不是刚才有秀出说预算呐、租税啦、人事啦、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哈，在过去有那个公投审议委员会的时候，这样他这一条过去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的哦。从这个公投网开始就有了这一条的规定呢，是列举还是立誓？在过去，他会把它当成是立誓的规定，就是说不在里面的，我公投审议委员会也可以去审酌，说今天这个提案有没有违什么。看看刚才几位台面提到的有没有违反什么人权，有没有违宪？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公审会他驳回的理由，一开始都是讲违宪居多其次才会讲什么提议轻不轻啊，或什么什么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会这样，就是说过去因为把间接民主当成是一个最后手段，所以我们要赋予给公投审议委员一个实质的审查权，包括甚至他在做违宪审查，跟做大法官同样的事情。那现在如果放宽的结果，我来解读的话，变成他跟直接民主一样了。那在这里的规定就会变成什么？我也不能说它只能当成是列举的规定，但是它会倾向于往列举的规定，就是说中央选举委员会它为了避免我被贴上说我就是跟过去那个公投审议委员一样、okay. 我势必呢会严格的怎样把它退缩到刑事审查，而且我慢慢会限缩到说，除了这个第二条第三项以外，我大概可以的话，我可能都會。所以我这样问你，吴老师，就是说，所以如果昨天中选会驳回了这三项反同婚的公投案，问题更大？我觉得问题更大，因为一定会被贴上，你就跟过去有什么差别？你在当大法官哦。那我要先讲哦，一直提到了78号解释，这个在某种程度怪也要怪大法官呐、啊。我一直讲78是一个为的不足啊，因为他那两年的时间，那个过渡时间，他是赋予给立，讲好听是立法裁量权啊，讲难听就是说他根本我害怕陷入那个漩涡、啊，我不想碰啊，我不想碰啊。那不想碰，你如果看他就讲直接你修民法，老实讲，你如果看这上里面，尤其前面两个提案啊，你说他违反78吗？我不认为，至少在两年内我不认为他是、啊。等一下再提，请教一下吴老师，你为什么要提那个所谓的政府超收税收要退回人？那为什么中选会充满疑虑，要一定要再办听证会？等一下我们再谈。我们来欢迎第四位特别来宾是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豪，东豪兄，新竹好，大家好。我们刚刚谈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是公投，那就是直接民主的展现；如果是直接民主，就不应该有一个太上皇机构去审说啊，你这个是合宪，你这是违宪，你这个是租税，你这个是什么什么的，直接投，考验台湾社会的民主成熟度。台湾社会民主真的成熟吗？如果说中选会不能审，我只要提得出2000个人的联署，
我就可以承案，我就可以再进行所谓的下一个联署门槛的话，请问接下来这几个案子会不会过？我相信其中有很多呢都是很有正当性的，但它很可能也都是直接侵犯到人权的。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案子，台湾空污越来越重，这没有什么争议。台湾罹患心血管疾病、肺腺癌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没有争议。所以你是不是赞成台湾立即停止所有的火力发电厂，一直到空污解决为止？这个我要找到2000个人，说恭喜来斗定泥缸，然后我要找到几万个人联署嘛，是斗定泥缸。我要达到四分之一的人投赞成票，我看也非常容易。这个案子会不会过？那这个过了怎么办？真的可以做吗？台湾所有火力发电厂全停，做得到吗？这是一个案子。第二个案子，我们再来看看酒驾问题、性侵害问题、虐童问题、毒品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之前呢，在政府开放政府网站上也具体提案，不过后来有一点被挡下来。这个看起来很快就会变成正式的公投提案了哈。那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无辜家庭破碎，特别是酒驾，鞭刑好不好？一样，2000个人联署，接下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四分之一，我看也很容易过。鞭刑是不是人权问题？当然是人权问题，可不可以拿来公投？这是一个矛盾。第三个提案呢，低薪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其实已经在经济学上讨论到无数次了，很多经济学者说就是要把外劳跟本劳基本薪资脱钩，让外劳呢不用再领2万块，他也许1万块、5000块，台湾人的薪水或许就可以变成2万5、3万、4万。外劳跟本劳的基本工资脱钩，你赞不赞成？一定会过，2000个人，几万个人也会过，四分之一我不晓得了哈。但这牵涉不牵涉到人权问题？当然是。再一个最最荒谬的了哈，我相信100个人不会同意这个案子。可是如果说我要找到2000个一个完全要来乱呢，也是很容易的。2000个要来乱就简单的了哈。为了提升台湾人魁梧的身材，你赞不赞成男性180公分，女性170公分？才可以生小孩，才可以养小孩，才可以拥有监护权。我找到2000个人提案，我就可以去中选会去乱，摆明了侵犯人权，摆明了违宪，但中选会不能审。我们遇到民主的很大的危机了吗？东豪，这当然会了，你这样当然一定会遇到哈。那么讲，你最后一个是最容易判断的了哈。我想他即使要联署通过，要达到那个联署门槛。提案没有问题啊，联署那个大概2000个太简单了。提案没有问题，我说那个联署的部分大概不容易啊哈。那你只要身高不到170的、180的，都不用那个生小孩了嘛哈。也不一定哦，这个因为如果你这个是要凸显所谓的反同公投的荒谬的时候，你要我找到30万个人，其实也是找得到。这个我觉得这个社会大体上我还蛮有信心的哈。可是里面其他的你前面举的例子里面就会有很大麻烦哈，比如像空污这个事情。大概你讲空的时候，没有人敢反对。我如果更狠一点哈，我把那个火力发电厂是改成3号，你怎么办？我对单一电厂，你怎么办？好，那这个东西本来就对社会整体的考验非常大。甚至我如果要对某些特定族群做出一些限制，比如说我们最容易举的就是原住民，好。因为原民权的问题现在是本来就已经很分歧了，那它本来就涉及到一个不管今天是蓝绿水执政，你做得到做不到，你能怎么做的问题。空污火力发电厂一样，我甚至如果我就是说我要取消原住民保留地，哎，凭什么原住民才可以有原住民保留地啊？平地汉人不行，好啊，这可以拿来公投。那我再用空污，我举三个例子，因为刚才讲那个同婚这个有三个案子嘛哈，相关的。如果把你刚才那个例子，火力发电厂是一个，因为空污反火力发电厂嘛，因为怕核灾，所以我不要核电，啊，然后呢，因为这个风力发电，海外离岸风力发电会破坏海底生态，我基于环保的理由，反要求公投这个离岸的风力发电，三个各自拆开来，然后三个应该都可以，提案没有问题，联署应该也都还蛮有机会的。然后结果呢？因为简单多数嘛，哈，相对多数是。如果他都在这个选，在这个投票人都过了，好，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了：这个政府以台湾的处境上，你有多少能源选择？因为彼此都可以吃掉对方。
最后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就要学习一件事情，经济不要成长，全部要学习省电，甚至不用电，你才可以满足我刚才讲的这三种条件嘛。个别看都没有问题嘛，我因为怕核灾所以我不要核电嘛，因为空污怕这个肺腺癌所以我不要燃煤嘛，那因为会破坏海底生态保护环境我不要有离岸风力，是个别都没有问题啊。那这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考验。你说一定会怎么样吗？它永远没有固定答案，是它会随着时间，会随着一个社会的情绪，它会有不同的状况。我接下来可能不过如果以今年来讲，我先预测一下今年的状况。今年因为会有很多提案，是，所以我现在今年那个票会投不完了，说实在我现在很多人可能也许那一叠公投票后来就可能就懒得投了，因为什么会盖到灰去，而且今年还有18岁以上嘛，是，所以今年的状况非常乱，会怎么样真的不知道。我今年20岁才可以选县市长、县市议员，可是你18岁以上，但是会有一群18、19岁的人，他不能投县市长，不能县市议员，所以今年真的会非常乱。那乱完之后呢，可能要回到立法院。那个乱可能要问一下委员啊，恐怕这个乱也是你们造成的啊，就是这个公投法是你们修的。当初呢讲说一定要门槛降得很低，要废掉公审会，现在是不是所谓的叶公好龙啊，大概公啊我要看我最喜欢龙了齁，结果龙跑出来你怕就死啊。现在我们已经落实直接民主了，可是真正落实直接民主之后我们遇到一个民主的乱象。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呢，你找到1800个人联署就可以提案了。提了案之后呢，中选会不能审，不能做实质审查，所以你接下来你再找28万个人呢，就可以成案了，成案就来投了啊。我们来看看，现在要投过的话，我们看看下一章了哈，就是1/4的人去投赞成票，也就是484万赞成就过了，过了怎么样呢？他就是有绝对的强制力，一段时间内如果他没有法，立法院就要去立法，这叫创制。如果有法，你立法委员就要把原本的法废掉，这叫复决，它有绝对的强制力。回到这个，我们再回到同婚的议题了哈。这个同婚真的是可能是一半一半，1/2，1/2，什么意思呢？你要找到1/4，将近500万的人呢，据说我反对民法让同性恋可以合法化，没有问题，应该找得到。你要找到500万人去支持民法让同性婚姻合法化，你也找得到。假设你又有一个公投案说你是否支持民法立即修正让同性婚姻可以拥有合法权的话，也过了啊，你反对也过了啊，不然台湾的精神分裂去啊。所以这个公投法到底是怎么修的？其实这里就牵涉到，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然后呢是一个注重人权的国家，那你民主就是人民做主，人民当家做主。那既然人民当家做主，就像刚刚教授所讲的，今天把这个公投，就是这所谓的直接民主跟这个间接民主把它放在等量齐观，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说，好，今天我们面临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其实它就是在考验我们台湾的民主到底成不成熟。如果说一个成熟的一个民主社会，那人民当你要去做公投的时候，第一个你的资讯一定要非常的充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公投法里面特别有规定，你必须要让正反双方的所有的意见在媒体上开放时段，让他们去把它抛出来。是，所以呢，其实这里就在考验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说我才是主人。那你现在是主人，那我所有的资讯公开，正的意见、反的意见全部都公开，人民自己做，自己当家做主，自己去判断。所以呢，在这里就在考验着，就是说人民能不能真的当家做主，能够站在人权的角度，站在民主的角度，然后呢，他能够去理性的判断。所以就像说，好，对同婚，对刚刚所提的几个侵害人权的这些事件，人民是不是能够去理性的判断说，这个明明就是侵害人权，你对少数的人用多数决的方式，然后把他人权剥夺掉，这个怎么可以同意？那如果说大家都是能够这样的理性的判断，就像瑞士，他们什么事情都公投，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成熟理性社会。可是呢，当我们公投的时候，所有的讯息全部是假的讯息，全部都是在污蔑对方，污蔑这些少数的族群，然后污蔑这些所谓的啊比较不一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个过程就是在污蔑，在歧视。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一个社会，它就民主的成熟度根本就不够。你对现在台湾民主成熟度你是没有信心的？我是觉得说现在是一个考验的时刻，我不敢讲说有没有信心，但是这也就是考验着台湾的民主。但是我也觉得说，台湾有时候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突然呈现出说，台湾真的是成熟了，那我就是期待那一刻。那万一台湾真的是不成熟了，那就大家这是共业嘛，大家共同譬如说我讲那个180以上才能结婚生小孩，万一过了呢？过了就大家全部忍受吧。我们得忍受。得忍受啊。所以换句话说，昨天那三个反同婚的公投案，就算过了，你也得忍受啊。因为法律就是这样规定啊。那除非说我们现在立刻去修法。但是我想大概不太可能立刻再去修法，因为把这个公投其实是有很多的，尤其是这个大家，尤其是对国家认同的这一块的人，他们经过多少年，几乎花掉他们的整个青春岁月，就是一直要把鸟笼公投把它。也就是说，当不管是公投法或同性婚姻，您在经过这么多的努力，最后在公投程序上，人民选择不要去修民法，让同性恋人有合法权益的情形下，你也只能摸摸鼻子说这就是台湾。就公投这部分来讲就是这样，民主社会就是这样，就是你最后就是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公投法其实里面有规定嘛，就是说当你出来修出来法律你仍然是违宪的话，我还是可以去申请大法官来解释啊，对不对？所以有透过大法官再去把这样的一个法律再把它废止掉，那再去修法。我们再来看看，但是这里就会变成说你就是一个非常迂回的。但是既然要民主，那这是大家的选择，那就是大家共同承担这个共业嘛。我们来看看昨天中选会让这三个公投案通过是否真的构成违宪，或者是说其实中选会是在适当的扮演他的职责，并没有逾越他的权利了哈。我们来看看立法委员说，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你要降低公投门槛的必然结果。中选会只能就形式审查，你有没有2000个人呐？你有没有资料造假啦？你的主文说的清不清楚啦？等等，或是你有没有触及到预算等等的？我都不能做出不同的决定。最重要呢是，就年底投票前要赶快完成修民法，才是执政者最后补过的机会。不过，就算你们年底完成民法的修正，它是一个复决的概念的情形下，民法还是得作废了，这是一个情形。司语策国家智库研究院郑泽明他说呢，涉及宪法争议的事项呢，既然中选会不能做实质的审查，就不应该拿来去做听证会的攻防。这就是前后矛盾，你自己讲说不能审查，结果这些法案又一直在办听证会，譬如说像吴老师等一下谈的案子也要办听证会了，所以这不应该是中选会的审查内涵。伴侣盟他说呢，听证会上呢，许多的专家学者，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为这三个案子是高度违宪违法的疑虑，那中选会呢，就算你不去做违宪的认定，你也应该要先向大法官申请释宪，但你就直接通过了，所以他强烈谴责中选会违法违宪。通过的这个下一代幸福联盟他说，肯定中选会落实国民主权，把选择权还给全国人民，也邀请全民积极来行使公投的权利，用直接民权来决定台湾的婚姻家庭跟教育制度。我们再来看看公投是否真的会触及到所谓的宪法问题，又或者是说其实这两个是可以并行不悖。台湾可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吗？去年司法院大法官作出解释，认定民法中婚姻规定限制同性结婚违宪，会使相同性别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于此范围内与宪法第22条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条保障人民平等权之一直有为，这对支持同婚团体而言是一大鼓舞，认为台湾同志人权又往前迈进一步。但反同婚团体认为，释宪结果藐视民意，宣告要发起公投。我们有信心推动这样的公投联署，一定会激起很多支持自然婚姻家庭的这样的民众的支持。幸福盟认为，婚姻和家庭价值是重大议题，不应该由少数大法官决定。
应该交付全民公投。而就在去年年底，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投法修正案，门槛大幅下降后，幸福盟开始号召民众响应婚姻定义公投。昨天中选会审核通过幸福盟所提包含婚姻和性平教育等三项公投案。对此，幸福盟肯定中选会落实国民主权，但支持同婚团体则前往中选会抗议，批评这些公投案有违宪疑虑。同志运动先驱齐家威更高呼人权不能公投，看来同婚合法化的这场大战还会持续延烧。不，施老师再回到人权不能公投，第一个谁来决定什么叫人权什么不叫人权，第二个谁来决定能不能公投，难道是要中选会来决定吗？我们来看看啦齁。尤美女她说：“人权的东西就不能拿来公投，你怎么有权利决定别人的人权呢？我决定你可不可以生小孩，你可不可以吃饭，你可不可以薪水拿多少，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政大台文所的陈方明陈老师他说：“这是中选会最黑暗的决议，竟然把人权议题拿来做公投，这羞辱了台湾的民主社会。”王丹说：“这种公投案显示中选会或其他人对于宪法权利主张完全不了解，婚姻是属于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不能拿来公投。如果这可以公投的话，那台湾独立是不是中国也可以来投一投？全世界都可以来台湾要不要独立这样子？不过这可能有一点扯远了啦哈，因为全世界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国际公投法嘛哈。再来，美国的这个大学助理教授李新文他说呢。”真正民主不是什么事都要投票来决定，公民基本权利就是要受到宪法保障，不能拿来投的，拿基本权利来公投就是违宪。好，谁来决定什么叫人权？谁来决定能不能公投？难道是中选会吗？我还是回到就是所谓的人权会分基本的人权，然后其他的衍生而来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政治权是不是基本人权？比如说外配的。投票的权利等等，我想这个在欧盟国家或美国等等这些东西都有辩论过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那同志的婚姻权算是基本人权吗？大法官已经解释了，在国际上并不是有普遍的国际承认的。在我们的大法官会已经做了解释了，已经肯认他是基本人权。大法官他基本上是承认了。但是他不愿意去处理啊，我还是回到大法官并没有说一定要去处理民法，因此这三个法案都是说在民法之外要去处理。所以他是两边讨好嘛，他是两边讨好了啦。好 ，OK， 好，我觉得就是说，那回头讲说，我们还是在讲说，以前我们是倾向于就是我们知道公投大家都可以用，包括希特勒在用嘛，所以德国是戒慎小心的，那瑞士的人很奇怪，大事小事都要公投。那美国其实有点怕，所以他没有全国性的公投，但是他在地方上公投一大堆，那个票其实勾半天了。是，好 ，OK。所以我们回头讲说，那如果这些是有争议的话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是国会，有一个是大法官会议，然后一个是人民的这个公投，那怎么办？那我如果看到魁北克的公投的时候，那你知道本来他们魁北克的议会说认为说我们代表人民主权，我可以决定，对不对？那后来说公投的正当性会比较够。但是在投的这个时候，人家会讲说你的意义清不清楚等等，所以国会又弄了一个法，那到时候其实又回到又我们的最高就是所谓的他们的联邦最高法院又做了一个裁决。我想我们这边面对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面就这三个立法，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司法，然后代表人民主权的这个部分，三个如果有不一样的时候，位阶是怎么样呢？施老师，我请教了哈，你当然很清楚。中国也说它是民主社会，中国式的民主。希特勒也说它是最民主，然后它其实也可以公投，也可以说有一个投票，大家投票支持希特勒来去做种族屠杀。台湾现在的发展，我们下一步是落实直接民主，还是我们可能会走向比较危险的民粹甚至独裁？我可以再讲一下吗？就是说，请说。因为政治人物，我们可以讲说交给公投是要取得正当性，更小心也没错了。但是某种程度是我们国会也不敢去碰这个部分啦。坦白讲啊，他不敢去触碰这个部分嘛，所以呢就丢给我们老百姓。但是回头讲说，公投本来是一个是利器，代表我们人民的这样子的意识的一个利器才对。但是不要忘了，
保守的这样的分子里面，他如果动过金钱，然后透过公关公司、财团等等，他是可以改变的这样的民意、舆论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般老百姓都没有注意，但是他动员了一堆边陲等等这些人的时候，透过民主的游戏规则，然后去恢复所谓的独裁或者是右派保守的势力。所以我说，我们看到，我们会有机制去制止这种方向吗？我话就是说，当时就是德国人支持希特勒了，为所欲为，这些就是在我们老百姓是必须要自己做负责任的啊。所以我们只能寄望台湾的民主成熟社会。但是我们所以说，如果自诩为所谓的社会改革进步分子的话，是不是要用更多的努力去说服呢？我们如果认为是对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们不是要去说服中选会就做实质审查，而是要说服台湾民主社会做出更理性的选择。我是觉得说，你讲的没有错，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是应该对的，就人权来讲是应该对的话，我们应该去跟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去做说服。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教吴老师了哈，我们可能接下来要说服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哈。我们来看看下一章，因为接下来有太多的公投，我刚随便扯的，刚我们举那四个公投案都是我瞎掰的哦，是我陈信忠自己乱掰，因为公案真的没有这个案子。可是现在这些呢，第一个很多案子已经通过初审了，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要去联署要来成案了。马总统提了一个案子，特别针对所谓的总统、立委、监委等高阶的公职人员、司法、行政首长，直接或间接为自己或他人司法案件获得有利不利的裁判处分，而对司法人员是以胁迫、恐吓、关说等其他行为，科以刑罚，讲的漏漏等了哈，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理解。再来呢，继政。季阿姨呢？季阿哥啦，就是那个季建安的姑姑嘛，那个季政他说要用台湾的名义呢，用台湾作为全名哦，我们提供那个台湾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台湾这种，就台湾来申请国际运动赛事。然后再来呢，黄国昌呢提的案子要制定最低工资法，然后呢谢义宏反教育商品化的一个国定假日法。然后医劳盟呢有提了一个删除劳基法34条，然后时代力量也有废止立法院这个所谓的劳基法修正案等等的，这么多的。再来看看有一些哈，就是说有疑虑、有争议或是没讲清楚，包括你的案子了哈。要听证的公投案，包括说卢秀燕提了一个案子，要逐年降低火力发电量啊，逐年是分几年，降低是要降多低，这个需要讲清楚一点。黄世修留言核能留言终结者的创办人，他说呢，所谓我们要避免非核家园政策导致空污浩劫，所以要废除电业法第95条，说解除非核家园的时程啊，就是2025非核家园这个时间要把它拿掉了哈，继续用核电。他说我们要公投继续用核电。再来呢，泛蓝联盟总召他提了一个呢，就是说电业法非核家园呢，整个把它拿掉了，我们不要非核家园，我们要有核家园这样子。接下来这个可能也会成案哦。再来，你看看你是不是同意呢？要开放茨城、立木、群马、千叶的这些所谓的核灾区的食品进口啊？中国选会说：“哎、欸、啊，郝龙斌啊，你提这个案子，你到底是支持开放还是反对开放啊？因为现在是没开放的，你这个是创制还是复决啊？说实在，你管人家是创制还是复决，他如果提出来就是这样子嘛。”哈，再来我们来看看还有其他的，像是陈冲前行政院长提说复数票。就是你投了一票支持郑文灿，我投一票反对支持郑文灿，我就可以把你那一票吃掉了，这叫复数票的概念，这个实在有一点匪夷所思，可是很多人支持，那这个也要听证。再来呢，还有一个是说呢，抱歉，这应该不是陈冲提案，这应该是另外一个人提案，这个我们错了，等一下会更正，这是有错的。这个人说我们要维持，这应该是张亚中张老师提的案子了，张亚中老师提的案子说，为了支持和谐的社会，促转条例已经通过了，把它废除。促转条例要废除了哈啊，还有说12年国教课纲要废除，还有说呢，邱毅提了一个案子呢，这个所谓的公教人员哦，这个年金的改革呢不能改，要继续发啊。还有那个吴景清吴老师说，2014年到2017年超收5000多亿，你要还钱呐、啊。第一个，你为什么提这个案子？第二个，这个案子那不就是触犯到所谓的租税预算吗？我觉得我比起马前总统那个提案，我是蛮明确的啦。但是我觉得中选会要我听见，不绝对不是不明确，因为他是直接 touch 到租税预算跟赋税的问题。这4年真的给我们超收这么多钱哦？对，那我就要讲一下为什么嘛，就是说我讲这个是根据财政部公布的资料，可是最近因为好像是我提出了这些问题，
他现在自动又减掉变成3000多亿。哦，那在一个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它可以从5000多亿又缩减成3000多亿，光这一点哦，我就认为我这个很明确了。Uh-huh. 你连自己都讲不清楚啊。哦， uh-huh. 那再来就是说哈，我也知道了哈，这个超征的意思，按照三政部的说法，就是说我的税出低于税入， uh-huh. 就是说我预算编的可能今年编假设1兆5000亿好了， uh-huh. 那这个年尾我收到的税多了1000亿。是这样意思，这样几年加起来每年都1000多亿了。好，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也知道哈，没有说预算跟最后收进来的会刚好了，那个不可能了。那我大概就抓了，如果每年就是多了大概1000亿的话了，就超增1000多亿的话，那个误差大概在5%到8%。为什么你这个是涉及预算？你不就是说政府超增的东西要还给人民，你又不是说直接要说，有啊，因为这个涉及到税，从多少提多少。我不是说要退给每个人，是像以前我们好像买前总统时代那个花销券，就是还税给所有的人民哈。那我这个当然是重大政策的一个创制啊，但是它会涉及到预算，财政部一定会讲说这涉及到预算的问题、啊。打好嘛，涉及预算。对，那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重大政策的创制，你要修民法通过也是要预算、啊。对，事实上那个邱毅那个提案，那个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啊。啊是啊，是啊。对啊，那还有不止啊，不止这里列的，我还有看到就是说要减少国防支出。吴老师，我请教你了哈，这么多的案子，有些听起来有道理。譬如说退钱给我，当然有道理了哈。啊，有些真的奇怪啊，人家好不容易弄了一个说非核家园时程，你要把它废掉；好不容易做年金改革，你要把它废掉，有道理没道理，通通掺杂在一起，你该全部都要审吗？那是你主持人认为没道理啊，但是这个有没有道理，其他人就会认为有道理、啊。对，那不一定是部分的人有认为有道理，有认为有道理，所以才有这个些争议出来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不希望，我一直强调，所以台湾就是应该百花齐放。对，而且我要强调了哈。我先讲啊，我提这个也不是说我最终的目的，真的要把国家分给每个人2.2万多，那个也是人没有意义啦。有意义啦，2万多那也没意义。哦，对啦，那如果在过年前，明年过年前发呢，最好了。但是我真正的目的就是说，至少要让这个资讯透明嘛。OK， 要让这个国家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超收，你的原因何在。Okay. 而且更重要一点哦，我觉得也不需要把公投最后如果真的通过的话，想成洪水猛兽，因为我看一下它的效果没那么大，它都2年的时效而已啦。Uh-huh. 而且以我的提案来讲，我这个假设哈，这个中选会把我放绿灯通行的话，我认为我这个会过了。Uh-huh. 我认为过哈，我们先讲哦，我如果过的话，按照公投法的规定怎样？它是交给什么？交给总统跟行政机关做必要的处置。请问一下，什么叫必要处置？啊，德西东说了算啊。好，那对啊，东好兄，我也没有办法，而且这时效只有2年哦。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比较乐观讲说，看起来你也许看到说你很不认同的公投案成立了，然后可能人家都要去投了。可是你如果把它看成是说台湾在登大浪了，在出票了，出票了，那你民主就更深化。我们就更成熟。我觉得这个是必然，因为不一定哈，哎，不一定啊，我觉得不一定。出票还是凉，因为整个政治的发展，它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它是会后退的，它有时候可能会倒退一两步，也不一定。我最简单，那个我讲这种例子不适合啦，就死刑的存在与否啦，在观念上的进步不难理解啦，是，可是就一个社会的保守性格上来讲，它就是会有遇到很大的挑战。OK， 这个跟同婚是一样的，它就是面临到一个现实跟一个所谓的进步性。那投票一投下去，没有人敢讲哪边一定赢。所以他你要寄望于说一个社会的那个理性哈，它本来就存在风险。那他一个社会的进步一定是透过一个学缴了一个学费之后，他会在一段时间之内有那个历史记忆。可是他可能在经过一两代之后，那个历史记忆又不见了，他还要再缴学费的。Okay. 那这中间一定会产生一些混乱。一定会产生混乱，会产生自相矛盾，然后你会发现最后嘛，自爱难行。但是以不管是前面讲的同婚，或者是核电，或者是其他的，会怎么样，我真的不晓得。只是说现有的制度，在经过今年底的投票之后，我觉得立法院自己本身可能，因为中选会现在我真的觉得他没有什么权利去做批准与否，他也不应该，除非那些刚性限制之外，他真的就没有那个权利的啦。所有东西就是等年底结果之后，立法院再去做一次的检讨也好，或者朝野政党之间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共识也好，再做修正。
不，我再请教施老师跟委员，就是很显然，我们现在是开放让台湾，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风险，也许是进步，也许可能是会往后退。我们可以有一个机制，确保我们不会大幅的后退吗？我会觉得，其实当时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其实是不多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那个投票率的50%还是回到本来，我们那些朋友都认为说这是鸟笼公投，但是我认为其实那是一个机制，那阿萨布鲁的那些都可以拿掉了。是，那现在就很阿萨利嘛，就是二分之二就变成四分之一嘛，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说有一些议题，除了人权等等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说它有特定的针对性的少数的群体，比如说今天如果美国有全国性的公投，然后规定说因为可能比如说阿拉伯人回教徒，他可能用头巾包起来，会不会藏着守夜的炸弹？以后都要把女性强迫说一定要把那个头巾都拿掉。我想那个公投绝对会过的呢。所以在公投法，我们必须在修的包括更合理的门槛以及对人权的确保的条文。没有，我可以插一句话，比如说立法院是不是考虑在公投法里面对基本人权的事情？这个很难啊，因为人权那个你要做限制，对，你要可能又要回又你如果要规定这些，又回到过去了。我的意思是说，你透过现有的制度里面，它是不是可以更聚焦在哪些范围？现在吼，目前这个开放到现在，如果要修的话，一定想办法把那一些门槛吼，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决定的票数，可能要拉高了，只能用人数去稀释这些议题啦。有我都补正哦，补的比较好一点。补正就是另外在修法，但是我想现在大概很难啊。但是我想在这里就只能够真的就说台湾要求民主，那台湾要求直接民主，那这里呢就会变成说大家展现出这种所谓的理性。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就是说啊，这些同志朋友，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在这公投的过程里面去伤害任何的族群。那也不要用这些歧视性的这些这个乌黑抹黑的方式来做所谓的这个公投的一个动作。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闻，欢迎收看 PEPPO 公民新闻报。如何让小朋友从小就体会赚钱的辛苦跟理财的重要呢？台北市的文林国小在校内设立文林银行，发属专属的文林币，把理财融入生活学习当中。下课钟声响起，小朋友们挤在货架前选购商品。这里是文林干妈店，店员在收银台前熟练的收钱结账，但仔细一看，他们手中的钱不是新台币，而是由文林国小的专属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文林银行其实就是把传统奖励制度做一个翻转，我们透过货币的概念，让他去觉得好像真的是钱，我们要让孩子他以为他在赚钱，这些钱是我赚的，我拥有100%的主控权的时候，我该怎么去运用我的财产。文林国小的学生们可以透过生活表现来赚取文林币，像是担任文林银行行员的学生，他们有如领薪的上班族，不同之处是必须牺牲自己的午休时间处理全校的存款，领到薪水